看看新闻网。金星老师的每次出场都是那么的典雅，又充满着活力。对，你看他这才是真正的猫目，如此轻盈，如此魅惑。中文版的猫，你应该说是专家的，因为您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舞蹈家。您觉得今天晚上的猫，您想希望看到的是猫？又为什么带了几位学生来呢？没有，其实特别期待看，我想看看中国这个猫是怎么叫的。27年前，我在纽约看过猫剧的演出，现场猫剧演出，说看完以后印象特别深，完就再没有看过，因为那个印象太深了。完这次再一次看猫剧，在我人生当中第二次看猫剧是。因为是中国版，尤其是由中国演员来演的，我说我一定要看看中国猫是怎么叫的。我觉得可能跟外国猫叫的不太一样。我希望是不一样，但是肯定会比猫外国猫叫的更有味道吧，应该是。我们希望它叫出中国猫的味道。所以说今天我特别带来，以前我总红毯参加活动我自己一个人呢，但这次真是给猫助阵来了，因为带来我们金星舞蹈团的几位主要演员。作为咱们在上海活动这么多年，我觉得金星舞蹈团与猫剧、中国音乐剧的发展要表示一个态度，说今天都是我们的资深演员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的猫。